早安，现在是早上5:10，今天早上的日出是5:25。你看现在在面海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已经有一些游客已经出来看日出了。哇，你看太阳应该从那边出来，找个最好的位置。哦，可是有云挡住，好可惜。看一下今天的日出时间，5:22，然后日出位置前面那条线对准正前方，你看准不准？而且现在已经5:22了，欸，前面有云啊。挡住了，很可惜。Speak until the dust settles in the same specific place. I refuse to go. Drink it from a cast and iron blade instead of cold milk. Suffered unright instead of silence. Considered craven. I'm a lie that was torn, missing teeth out of favor. Nickel beach, it was all gathering by the sundown.吃早餐，今天早上7:30吃饭店的早餐。对，先拿去。蛋都是蛋，我喜欢吃蛋。为什么早上没有爬起来看日出？你不是后来敲门吗？很香。早安。哎。早安，没早安。早安。早安。好不好睡？对啊。都来这里了，都来住这里了，还不好睡吗？对啊，一个晚上这么贵的饭店还睡不好。对啊。那真的是亏大了。我们房间是五星级，你们房间是5星级的，5星级啊？是吗？因为你们是海景，你们是海景，我们一打开就一撮草丛，所以什么都看不到。那我们的景超漂亮的。你们的景哦，有个疯子说要去木古木语。这里啊，你别在我们那边啊。我知道。那是这里啊。我知道啊。不，你那里徒步进去很没有开车进去的、啊，他说开车进去的、啊，开车进去的还要走路？没有啊，你开车就停在旁边，然后走到河边而已啊。哇哦！
们四天在花莲台东的旅游，现在已经 check out， 已经我们房间的房卡都已经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在门口这个拍合照。然后这次因为扁熊未来他这个饭店其实它就是属于度假，它是属于那种度假型的，所以其实来这种地方，第一个它房价很高，那平常时我们不可能住那么贵的房间啊。但是因为这一次暑假小孩子就久久一次带他们来这边玩，然后玩得很开心，然后又在游泳池玩，然后这种地方就是很适合，就是你很悠闲的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待个一整天，然后吃晚餐啊什么，也不要想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什么都有了，就是吃贵了一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地方view真的很棒，哇！所以我们在这边空拍好了，直接等一下空拍view，直接从后面再出去这样。哦，老鹰，老鹰，哇塞，好大一只老鹰哦！大的老鹰哦，这个有老鹰的话，空拍机可能不能上去，会被抓下来。哇，有没有听到老鹰的叫声？所以有老鹰，所以我们不空拍，我们在这边拍就好了，就拍静态的就好了，不空拍了。太危险了，等一下空拍机被老鹰抓下，因为老鹰这种是猛禽，它们有地域性，它们有空域。所以空拍机在飞的时候通常我都会看一下，而且刚才这老鹰超大了。